军赛已经在14日完美落幕，但冠军奖杯到底落在哪一队，还是要等到电视播出才会知道。不过许多选手们都纷纷开始在网上分享过去运动的花絮照，红队领队郭宏志16日也晒出自己手拿一幅黄队大合照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郭宏志身穿黄队队服，对着镜头露出满意笑容，手拿巨幅照片，而且上面还有每个人的签名，并感性写下：“不管结局如何，我都会为你们过去半年的努力感到骄傲。”最后更直呼“黄队 forever”， 让粉丝们看了非常感动。郭宏志的贴文一曝光后，除了有网友们按赞祝福外，艺人选手也陆续涌入留言区，表达对郭哥的感谢，也纷纷直呼郭哥辛苦啦。